先给你，因为这样子的面料的上衣啊，我们不会说叫你穿的贴贴的，OK？两个色，深蓝和浅蓝，OK？深蓝和浅蓝，我身上这个穿的是浅蓝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深蓝色牛仔面料啊，微弹算是有弹有，哎，你放错了，没有弹性了，没有弹性啊，这个是没有弹性的啊，前面整排纽扣是开得完的，OK？前面整排纽扣开得完，前面这边口袋啊，款式来的啊，non-functional 的，可是这一粒纽扣一样是可以开的，OK？这一粒纽扣是可以开的，它的衣领就属于一个这样子 collar V 领这样子的款式。下证明啊，臂洞是稍微会比较大的，所以如果你单穿的话，里面必须穿个全 bra。S 以上是不需要，没有穿。对，如果是 L size 以上的，里面没有穿多一件是不会走光的，只是说 S 或者是 extra small，就你穿也是还好，就你穿的话就可不用穿多一件。就是说给那些塑料内搭啊，其实是不会走光啊，只是说它就稍微会比较低一点点。那么我一样是没有搭内搭啊，我是觉得是可以的，不搭内搭是刚刚好，不会走光啊。我就没有搭内搭，所以说整体穿起来就会比较个属于一个比较 V 领的款式啊。哎，我是没有搭内搭，然后袖口动作刚好，不会看到你的内在美，只是说这样子你穿起来就会比较凉爽的感觉。当然这种款式是说很多变化呢，你可以像我这样子，我只是搭了上衣不要内搭的话，最少要就是说M size 以上啊。如果你是平时 S extra small 就需要跟内搭，担心说哎。稍微就是说效果都会比较大。对了，你看这里穿是没有搭内搭啊，没有搭。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这个你除了像我这样子搭个上衣，还是说可以像主播这样子，或者你要搭个外套，对，都可以。毕竟这种属于夏天必备的一个款式。来，我身上这是深蓝色啊，你要我身上这个是属于深蓝色，不然选两个色 ，OK， 深蓝跟浅蓝。助理的配搭，助理是配搭了牛仔 ，OK， 配了牛仔裤。我是配搭了牛仔裙，一样是搭得到。你配搭短裤一样是搭得到的。OK， 我身上这个是浅蓝，然后我把上衣拉出来给你们看先。然后这一次呢，我就把它当成叠穿的款式，换一个下半身给你们看。配搭一个短裤的话，一下子啊，所以说这个上衣你们下单打 cut 跟 color 就好了。OK。两个色啊，深蓝你要 dark blue or light blue， 上围是可以到100，这么巧你的上围是100啊，穿上去是有一流空间给你了的哈，可以，它是不会压胸，不会暴扭 ，OK， 不要超过100啊，100的话可能你就需要只是当个叠穿，然后你纽扣就不要扣完是可以哈。来，整件上衣拉出来。如果你休闲衬牛仔裤的话是没有问题的，短的牛仔裤，基本上如果你不要答应的话，建议你穿短的牛仔裤，还像衬助理这样子衬长的牛仔裤，可是前面就微微带一点点。我现在是把它当成一个叠穿的款式，里面穿了一件背心，然后微微纽扣开几粒，然后这样小度一点点 ，OK，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。长度上还是你比较厚，这样子披上去就是当个小外套也是可以啊 ，OK。这种来属于夏天必备的一些款式，如果说喜欢的话，也是可能就是说二选一吧，毕竟两个都是牛仔 ，OK， 就看你自己比较喜欢浅蓝还是深蓝哈。那么如果是说可以像主播样子，你就是说搭一个外套的话，你搭长牛仔裤是可以啊。然后你说像刚才那样子是当叠穿的话，我就建议你要搭短的哈。OK， 我现在是这样子叠穿，然后就是里面穿一个小背心，然后配搭一个对这一个，把它当成一个小外套这样子穿，穿一个短裤就 OK 了。后面是这样子的，长度是有在那一边的，这件上衣的长度是够长，给你们答应就对了。OK， 我和助理都是穿着同一个尺码下单打扣和你要的颜色就好了。这个是浅蓝啊，来，我就换深蓝色给你们看先。所以说颜色不推荐啊，带走深或者是浅，就看你自己比较喜欢浅蓝色还是深蓝色这样子来入手。当你说整体要比较显瘦的话，肯定会是深蓝色看起来比较显瘦哈。菲妮你的是浅蓝收了，然后是 Matt 你的一样啊，你是要浅蓝色收了。来给你们今天忘记讲了，它的纽扣是很别致的，它用了金色的纽扣 ，OK。这件我也会自留啊，因为我要衬牛仔裤。夏天必备就对了，尤其你们去旅行啊，去走走的话，这样子的配搭就是整体看起来是那种就是说很 fresh 的感觉，然后就是那种很度假的心情哈。
其实如果你要这样子比较答应的话，我建议你，如果你穿短裤的话，穿这样子尽量这样子短的，还是上两期水买了我们那个破洞裤啊，衬搭那个很适合，就微微小露一点点这样出来。这个是深蓝色 ，OK， 深蓝色，我一样只是扣了上面一粒纽扣 ，OK， 扣了上面一粒纽扣。就像他讲的，如果你上围超过100，你选择不扣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这样子。对啦，就这样子叠穿就不要扣哈。所以说上围超过100的，很喜欢的话就不要扣，当这个外套啊。Penny， 你的一样是浅。纽扣是用了这样子金色的，然后这边这个口袋啊是假象的 ，OK。我和助理都是穿着同一个尺码，下单打客和你要的颜色就好了。所以叠穿，里面穿一件白色的小背心。星期二妹妹，我们这个小背心的，赶快吧！你一个里面穿一个黑色、白色还是蓝色的小背心，然后这样子来叠穿是非常好看。转后面，后面是这样子的，价钱是75。一个啊 ，free size 下单打客，颜色就好了，深蓝和浅蓝。你要想显瘦的话，肯定是深蓝色；想要比较复古一点点这样子的颜色，带走这个浅蓝色，很容易包色。给我的话，我两个色都想要啊。跟他两个色选择一个色就好了，因为两个都是蓝色嘛 ，OK。选一个色啊，不要选主播哈、啊，我就觉得就选一个色就好了。OK， 两个色夏天必备的款式 ，OK。来，没有的话，我再介绍下一个款，就是刚才我身上穿的。那个牛。